遵守2019的赛制与以往不同，采取了全民举荐的机制。刚考取了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钱正浩也正在微博上报名参加，配文称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，对舞台不会佛。而在火热的投票阶段呢，更是引发了周瑞、董岩蕾等圈内好友齐拉票。1月25号，蔡徐坤在钱正浩的投票微博下暖心评论道：“帮帮小家伙。”而钱正浩也感谢道：“谢谢坤坤哥。”从两人的言语中就能知道两人的关系有多么好啦。哦，我外形上从黑发变成了白发，白发又变成除了外形上。贴心的举动和可爱的昵称都引发了网友的热议，哥哥太照顾小孩子啦，我开始有点嫉妒钱正浩弟弟啦。芒果新闻，两人的感情也是相当好啦，报道。